诸佛境界，智光眼睛，失意人民赴三秦路，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羯陀国法林菩提光明宫殿，大功德所造，能令见者生大欢喜。无量功德莲花之相，狮子高坐，佛在其上，正遍知意清净，无等正行，道诸佛等法心无障碍，道不退法，不舍无边佛事，安住不可思议，相无相法，三世平等，身满世界，知法无碍，一切智身智慧无量，诸大菩萨知所受持，以道诸佛无等禅那，究竟满足得解脱智，大慈大悲转于法轮，究竟无边有色身，给予比丘众六万二千，其名曰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迦摄、阿耨娄陀、须菩提、迦旃延、摩诃杰宾那、离婆多、难陀、那提迦摄、伽耶迦摄、芬那弥多罗尼子、伽梵波底、周利波特、踏那票莫利智、迦提罗尼伽、准陀、摩诃俱迟罗、罗侯罗、阿难陀，如是等六万二千众，一切定一切行，等入诸法性，无住无依，度诸烦恼，入佛法界，随从一法，向一切智，不舍一切智道，乐一切智不退，已到毗婆舍那第一波罗蜜，已生诸方便境界行处，给予万比丘尼、摩诃波舍、波提比丘尼、耶输陀罗比丘尼等，及一切善神清白之法，尽一切智，入一切智明，善达诸法无性，入诸法无性，入诸法无相，得诸法实际，知诸法不生，一切安利不思议解脱之定，教化众生，不作意，不思维，而能现身四种威仪，复有十佛世界不可说，亿万那由他微尘数等菩萨摩诃萨，其名曰普贤菩萨摩诃萨、普眼菩萨、普化菩萨、普慧菩萨、普焰菩萨、普光菩萨、普明菩萨、普光明菩萨、普床菩萨、普义菩萨、大勇猛菩萨、大持勇猛菩萨、大神通菩萨、大神通王菩萨、大勇猛力菩萨、大频身菩萨、大频身力菩萨、大相向菩萨、大月菩萨、善月菩萨、普光明月菩萨、法无垢月菩萨、光焰月菩萨、
明月菩萨，放光月菩萨，满月菩萨，梵大自在菩萨，梵地是甚生菩萨，地明生菩萨，法界响生菩萨，除一切魔界生菩萨，法鼓响生菩萨，普语言生菩萨，无思维生菩萨，地上响生菩萨，一切生性宫殿生菩萨，普上菩萨，普无垢上菩萨，功德藏菩萨，光耀菩萨，光藏菩萨，宝藏菩萨，月藏菩萨，日藏菩萨，热光藏菩萨，莲花吉藏菩萨，意菩萨，大意菩萨，圣意菩萨，正意菩萨，广义菩萨，上义菩萨，增长义菩萨，无边菩萨，严义菩萨，觉义菩萨，无尽义菩萨，海义菩萨，弥楼灯菩萨，大灯菩萨，法具灯菩萨，一切光耀灯菩萨，普灯菩萨，除一切暗灯菩萨，照一切趣灯菩萨，专一光明灯菩萨，日灯菩萨，月灯菩萨，文殊师利童子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精进菩萨，金刚藏菩萨，密室菩萨，舍恶趣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慈悲生菩萨，莲花手菩萨，日光菩萨，无微尘勇猛菩萨，金刚义菩萨，福一切界菩萨，魔不胜菩萨，宝顶菩萨，百光所照明菩萨，大魔不胜菩萨，不可生菩萨，不可胜菩萨，不可入菩萨，不可尽意菩萨，扫恶趣菩萨，弥勒菩萨，如是等诸菩萨，十佛世界不可说万亿那由他微尘等菩萨摩诃萨，一生相续于世界极，小了众生，成熟众生，安住菩萨智慧方便，入世间法了涅槃处，观了一切教寂习矣，断行取余小了不断摄受众生，善入一切无边无中，小了一切众生业果而不失，于无所得智，观众生结识，具方便智慧，了去来今诸佛义句善能受持，智慧分别入世出世，无边无中能观有为及无为法，向去来今诸如来智，了心刹那刹那生灭，出生出家
方便苦行，作菩提树，降魔得佛，转于法轮，即波涅盘，不离众生，起菩提业。此诸菩萨以一众生心缘入一切众生心缘，方便生智慧地，不退菩萨身，得一切智地，行不退转，不断菩萨所行，入无功用智慧，为一众生事，行无边事无行，转法轮教化世间，小了能持诸佛法本，少如来种始不断绝，于无佛事能现作佛，秽恶世界能令清净，能除一切菩萨业障，令得入于无障碍法相应，虚空等一切界相应，无障碍等实际相应，与法界等之一切业所造果报，如彼因缘所造果报相应，印彼印造诸法等智相应，相现一切等智相应，与想生智诸假名等，此诸菩萨安住不可思议解脱定，游戏首楞严三昧，安住无边佛身，聚众陀罗尼，于一毛孔现诸世界，成就去来现在诸佛清净住处，受持圣行愿，成就普贤行愿，了知诸佛出生灭度，劝请说法，利安众生，一毛孔中现于十方出生出家，方便苦行，作菩提树，降魔成佛，转于法轮，即波涅盘。此诸菩萨以智慧相应，于一座处能动十方一切世界，于一佛土便能庄严诸佛世界，小了庄严一佛世界，能现一切诸佛世界，于十方世界诸如来众能现一如来众，于一如来众能现十方诸如来众，小了说法无中无边，能于自身现一切众生，于一佛身能现多佛，于多佛身能现一佛，能令自身现十方世界，小了三世能现一众生身，于过去世现未来世，于未来世现过去世，于过去世现现在世，于现在世现过去世，于未来世现现在世，于现在世现未来世，能以一身出入无量无数禅定三摩波提，以无量无数身出入一定三摩波提，能现菩提于一切身，能于一众生身现一切众生，于一切众生身现一众生，能于一佛身现一切众生，于一切众生身能现于一佛，能现一切身、法身、
众生身，于一切世界能现一世界，分布一世界能现多世界，能令十方世界入一毛孔，能现诸众生一切诸佛得菩提愿力处，能现十方世界成熟众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现无数劫一世界中修菩萨行，能现一心生于十方一切世界，于一切世界一切众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二足、四足、五足、多足，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伽、是梵四天王、人及非人，如所成熟，教化众生，心无功用，不以思维，起微一事，于一微尘，能现无量无数不可说世界一切众生，亦无破则。无量无数不可说劫威仪果报事，能于一念中现于一念威仪果报事，于无量无数不可说劫中现如是所作，心无功用，不作思维，现身威仪及诸转变，复有余菩萨具足不可称量功德亿万那由他，复有不可说诸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伽是梵四天王人非人等，从诸佛世界来集于此，从此世界百千万亿四天王，以四天王有一大天及诸眷属来至佛所，礼拜供养，听受正法，复有无量百千万亿天地士，复有无量百千万亿夜魔天王，复有无量百千万亿兜率陀天王，复有无量百千万亿化乐天王，复有无量百千万亿他化自在天王来至佛所，礼拜供养，听受正法，复有诸天魔眷属亦来佛所，礼拜供养，听受正法，复有无量百千万亿梵天王，复有无量百千万亿大梵天王，复有无量百千万亿少光天，复有无量百千万亿无量光天，复有无量百千万亿光辉天，复有无量百千万亿少净天，复有无量百千万亿无量净天，复有无量百千万亿遍净天，乃至阿迦尼乍诸天，一一天众共来佛所，礼拜供养，听受正法，复有无量百千万亿净居诸天及大自在天子来至佛所，礼拜供养，听受正法，
复有五两百千万亿龙王，复有五两百千万亿夜叉王，复有五两百千万亿乾闼婆王，复有五两百千万亿紧那罗王，复有五两百千万亿摩喉罗伽王等，来至佛所，礼拜供养，听受正法。复有无量阿僧祇、人非人等，来至佛所，礼拜供养，听受正法。复有无量百千万亿优婆塞、优婆夷，来至佛所，礼拜供养，听受正法。复有山神、树神、草木等神，及弥楼、摩诃弥楼、木真林陀、摩诃木真林陀、雪山、铁围等诸山神，来至佛所礼拜供养，听受正法。复有小海、大海、小江、大江、湖池等神，来至佛所礼拜供养，听受正法。复有村邑国城诸神，来至佛所礼拜供养，听受正法。复有龙神、夜叉、乾闼婆、紧那罗、摩喉罗伽、住处诸神，来至佛所礼拜供养，听受正法。以佛神力，悉无破则。复有百千万亿月天子，复有百千万亿日天子，一一天子各将大眷属，来至佛所礼拜供养，听受正法。复有阿耨达多大龙王，来至佛所礼拜供养，听受正法。尔时，世尊光明照耀过诸大众，如月十五日，圆满明净，无诸云翳，光明照耀过于众心。如是世尊光明照耀，过于一切示范诸天。佛身不动，如须弥山王。尔时，文殊师利童子菩萨欲服一切诸盖菩萨摩诃萨言：佛子，此如来身安住不动，如是于已，服一切诸盖菩萨摩诃萨复欲文殊师利言：于此众中，有人见佛欲出家于城，或有见佛已出家，或有见佛已修苦行，或有见佛向菩提树，或有见佛已作道树，或有见佛为无量无数魔所围绕，或有见佛已破魔君，或有见无量无数诸天、龙王、夜叉、乾闼婆、紧那罗、摩喉罗伽、人非人，示范诸天，说如是言，愿如来圣。或有见佛为地势所请，或有见佛为梵王所请，或有见佛为四天王所请，或复有人于此众中见佛为我说布施法，有见为我说持戒法，有见为我说忍辱法，
有见为我说精进法，有见为我说禅定法，有见为我说智慧法，有见为我说方便法，有见为我说愚愿法，有见为我说声闻法，有见为我说缘觉法，有见为我说菩萨法，有见为我说地狱生法，有见为我说恶鬼生法，有见为我说畜生生法，有见为我说人生法，有见为我说四天王生法，有见为我说三十三天生法，有见为我说焰摩天生法，有见为我说兜率陀天生法，有见为我说化乐天生法，有见为我说他化自在天生法，有见为我说梵天生法，有见为我说转轮王生法。或复有人于此众中见于如来身长二旬，或见佛身长一居卢舍，或见佛身长二居卢舍，或见佛身长一游旬，或见佛身长十游旬，或见佛身长千游旬，或见佛身长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千游旬，或见佛身长百千游旬，或见佛身长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百千游旬，或见佛身长八万四千游旬，或见佛身过于数量百千游旬，或见佛身紫金之色，或见佛身宝琉璃色，或见佛身因陀罗青摩尼宝珠色，或见佛身大青摩尼宝珠色，或见佛身火光摩尼宝珠色，或见佛身摩尼宝莲花色，或见佛身过地势摩尼宝珠色，或见佛身金刚光明宝摩尼色，或见佛身一切天宝光摩尼色，或见佛身日月光明摩尼宝色，或见佛身水晶摩尼宝色，或见佛身自在天王宝摩尼色，或见佛身一切光明具宝摩尼色，或见佛身狮子烈毛宝摩尼色，或见佛身狮子床宝摩尼色，或见佛身海柱清净庄严变光明宝摩尼色，或见佛身如意宝摩尼色。文殊师利，是诸众生见如来身，闻所说法，入如来行，至佛境界。彼诸众生各见如来，同其所行。文殊师利，于东方不可数量、不可思议、不可称说世界，布满诸天、龙、夜叉、乾闼婆、
阿修罗、紧那罗、摩侯罗伽、释、梵四天王、人非人等，如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如是，不可数量，不可思议，不可称说，不满诸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紧那罗、摩侯罗伽、释、梵四天王、人非人等，大众充满，如竹林园，如甘蔗园，如稻麻园。文殊师利，若诸众生得见如来，则可教化。彼诸众生在如来前去意寻住，瞻仰如来。是时众生随见如来，现四威仪，各住其前。文殊师利，若以说法成熟众生，彼诸众生皆闻说法。文殊师利，若以行成熟众生，彼诸众生唯见佛行。文殊师利，如来所现，无异功用，无异思维，随众生性自见不同。文殊师利，如十五日夜，阎浮提人各见月现在其上，月不作意，我现其上；意不作意，令其得见。何以故？不共法故。文殊师利，如来应证辨知于大众中，众生皆见，各在其前。佛不作意，我现其前；亦不作意，令彼见我。应受化者，随其自见。何以故？不共法故。文殊师利，如最胜水晶摩尼宝珠，随种种衣成种种色。若珠置在黄衣之上，珠成黄色；置赤衣上，珠成赤色；置青衣上，珠成青色。此摩尼珠亦不作意，亦不思维，令成异色。如来应证辨知，亦复如是。由众生故，现种种色。若诸众生应见金色而受化者，即见如来身黄金色；若应见水晶摩尼珠色而受化者，即见如来水晶摩尼珠色；应见珍珠色而受化者，即见如来珍珠之色；应见因陀罗摩尼珠色而受化者，即见如来因陀罗摩尼珠色；应见大清摩尼珠色而受化者，即见如来大清摩尼珠色；应见一切光明具摩尼珠色而受化者，即见如来一切光明具摩尼珠色；应见狮子裂摩尼珠色而受化者，即见如来狮子裂摩尼珠色；应见狮子床上摩尼珠色而受化者，即见如来狮子床上摩尼珠色；应见海柱清净庄严普光明摩尼珠色而受化者，
即见如来海柱清净庄严普光明摩尼诸色，应见以电灯摩尼诸色而受化者，即见如来电灯摩尼诸色，应见水清净摩尼诸色而受化者，即见如来水清净摩尼诸色。文殊师利，若众生应见如来以地势梵天四天王色而受化者，即见如来地势梵天四天王色。如是地狱畜生恶鬼阎罗王至无色界，胎卵湿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随以身相而受化者，彼诸众生皆见如来有种种相，如来亦不作一分别。此众生愿见我金色者，莫令见我水晶摩尼诸色。此众生愿见我水晶摩尼诸色者，莫令见我金色。此众生愿见我水晶摩尼诸色者，莫令见我真诸色。此众生愿见我真诸色者，莫令见我水晶摩尼诸色。此众生愿见我因陀罗摩尼诸色，莫令见我大清摩尼诸色。此众生愿见我大清摩尼诸色者，莫令见我因陀罗摩尼诸色。此众生愿见我一切光明俱摩尼诸色者，莫令见我狮子烈摩尼诸色。此众生愿见我狮子烈摩尼诸色者，莫令见我一切光明俱摩尼诸色。此众生愿见我狮子床上摩尼诸色者，莫令见我海柱清净庄严普光明摩尼诸色。此众生愿见我海柱清净庄严普光明摩尼诸色者，莫令见我狮子床上摩尼诸色。此众生愿见我电灯摩尼诸色者，莫令见我水清净摩尼诸色。此众生愿见我水清净摩尼诸色者，莫令见我电灯摩尼诸色。此众生愿见我地势梵天四天王色者，莫令见我地狱畜生恶鬼阎罗等色。此众生愿见我地狱畜生恶鬼阎罗等色者，莫令见我地势梵天四天王色。如来不作一思维，已无功用；亦不分别，已成其事。文殊师利，如自在王摩尼宝生处，是处不生铁；及诸众聚，亦不得生。自在王摩尼宝亦不作意，是处我生。铁及众聚，不应得生。文殊师利，是处自在王摩尼宝自生，是处终不生铁，及诸众聚亦不得生。文殊师利，如是佛境界处，如来生处，泥前外道亦不得生，诸邪见等亦不得生，一切诸乱亦不生，忤逆亦不生，十不善道亦不生，
王治法亦不生，日月光明亦不生，帝释、梵天、四天王等诸天光明亦不生，珠宝摩尼光明亦不生，火光明亦不生，电光明亦不生，一念半念，一月半月，一年半年数亦不生。文殊师利，如来虽复成就众生，不作思维，心无功用，一切成就。文殊师利，如人为大清摩尼宝珠光明所处，彼人即成大清摩尼宝珠色，大清摩尼宝珠不作一思维。若人为如来智慧光明所处，彼人即成一切智色，如来亦不作一思维，心无功用。文殊师利，如水晶摩尼珠善摩盈之，随所安处以为庄严，或庄严足，或庄严手，或庄严头，或庄严颈，随庄严处皆大光明，诸庄严俱悉随光明。文殊师利，如来应证便知，行四威仪随所住处，如来光明彼亦光明，如来不作思维，心无功用。文殊师利，如地安住一切诸种种草木药树，悉得增长，地不作一思维分别。文殊师利，如来安住一切众生善根增长，如来亦不作一思维，心无功用。文殊师利，犹如大云普覆大地，于一地种降一味雨，令诸草木成种种味，成种种色，云不作意思维分别。文殊师利，如来应证便知于十方世界，以佛身云普覆众生种种善根，种种诸愿，种种心解脱，种种住解脱，讲大法语，令种种善根，种种诸愿，种种心解脱，悉得增长。如来亦不作一思维，我令增长此众生声闻善根，我令增长此众生缘觉善根，我令增长此众生佛智慧善根，我令增长此众生四天王生善根，我令增长此众生三十三天生善根，我令增长此众生焰摩天生善根，我令增长此众生兜率陀天生善根，我令增长此众生化乐天生善根，我令增长此众生他化自在天生善根，我令增长此众生乃至五净居天生善根。文殊师利，如来不作一分别，我令增长此众生种种王生善根，我令增长此众生人生善根，我令增长此众生富贵生善根。文殊师利，如来虽不作一分别，利益事成，如其愿
如其意，如其乐。善根成就，于一切处恒行舍心，无有思维，无有分别。文殊师利，如日初出，放无量百千万亿那由他光，除阎浮提一切诸暗，光不作意，我令暗灭，虽无思维，日用得成。文殊师利，佛日初出，放无量百千万亿那由他智慧光明，灭邪见暗，除如来应现，为成熟众生。文殊师利，如来亦不作意分别，我灭众生邪见烦恼，不以功用，如来事成。文殊师利，又如幻师现种种事，不以功用，不以思维，所作幻事自然而成，所为幻事不可言说，不生不灭，无自无生，无性无相，不可思议，不去不来，无等无对。文殊师利，如来应证辨知为诸众生，行四威仪一切处现，而此如来不可言说，不生不灭，无自无生，无性无相，不可思议，不去不来，无等无对，于法界等。文殊师利，如日于须弥四周，众生各个异见，有见日出，有见日入，有见正中，有见中夜，日不作一思维分别，因须弥故，四周世界现种种事为见不同。文殊师利，如来应证辨知于一众处，令诸众生各个异见，有见如来当得作佛，有见如来当入涅槃，有见如来已得成佛，有见如来已波涅槃，有见如来正法兴隆，有见如来正法衰灭，有见如来或十、二十至四十年说法，有见如来十、二十、三十、四十、一百千不可说劫已入涅槃。文殊师利，如来亦不作一分别，由众生故自见不同。文殊师利，如阎浮提大风吹动，东方草木一时皆伏，西方草木一时皆起，如是随方起伏种种不同，而此草木亦不作一思维，由风吹故令现种种。文殊师利，如来应证辨知由诸众生于无数劫现四威仪，若诸众生缘于如来生诸行者，断无数劫地狱、恶鬼、畜生、阎魔王生，若有众生一念作意缘如来者，所得功德无有限极，不可称量百千万亿那由他。诸大菩萨悉得不可思议解脱定，不能计较得其边际。文殊师利，如日从大海出，
放无数无量百千万亿那由他光，现成亦聚落，灭诸暗，干湿泥，生草木，成众事，然后行动。日不作一思维分别，文殊师利，如来应证辨知，从生死海出，住无数量，放无数量百千万亿那由他智慧光明，现于十方一切世界，除无明暗，干烦恼泥，令生善根，成就一切于本处不动。如来亦不思维分别，而一切皆成。文殊师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十方世界微尘等诸佛及声闻众，施百味饮食及微妙天衣，日日不废，满恒沙劫，彼诸如来悉入涅槃，为一一佛于十方世界一一世界起陈树塔，阎浮檀金为塔，电光摩尼宝珠以布其地，一切光明聚摩尼宝珠为基，真摩尼宝珠为幡，自在摩尼宝珠为网，张覆其上，造如是塔，宝伞遍覆大千世界，一一床衣，一一幡花，一一诸香王自在，一一摩尼宝珠，一一如意摩尼宝珠，其数如云，散以供养，一日三时，日日不废，满恒沙劫，复教无数无量众生摄诸供养。如上所说，文殊师利，若有一善男子、一善女人，信此如来功德智慧不可思议境界，度脱众语言法，所得功德胜彼无量。文殊师利，若有菩萨信此言说，能令满足不可称量百千亿那由他波罗蜜，能知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佛游戏处，能破无数娇慢之山，能倒无数嫉妒之床，能干无数可爱之河，能渡无数生死之海，能断无数魔王之绳，能胜诸日月、地势、梵天王等光明，能从佛境界至诸佛境界，能渡地狱、畜生、恶鬼、阎罗王生，令得执佛与菩萨俱，亦能得海印三昧，随一切界无过三昧，一切诸法自在三昧，一切法入三昧，无形庄严三昧，宝生三昧，坐游戏三昧，莲花庄严三昧，破虚空三昧，随行一切世间三昧，法花三昧，境界自在三昧，大频身三昧，心行自在三昧，狮子频身三昧，日等三昧，无边转三昧，随流行三昧，金刚圆三昧，金刚床三昧，金刚玉三昧，金刚三昧，池地三昧，山等三昧，弥楼床三昧，宝藏三昧，心自在三昧，
一切众生心自在三昧，一切诸行境界行三昧，深密方便三昧，种种乐说三昧，无观三昧，观一切诸法三昧，游戏三昧，一切通行三昧，圣魔境界三昧，现一切色三昧，修身三昧，随一切法则三昧，智慧灯三昧，坐证菩提光明三昧，说四无碍三昧，入一切行功德三昧，一切分别说三昧，寂静分别神通三昧，手楞严三昧，大身不良海水岸三昧，得如是等无数百千亿那由他三昧，复得无边佛身色众聚陀罗尼，智慧陀罗尼，清净音声陀罗尼，无尽藏陀罗尼，无边转陀罗尼，海印陀罗尼，莲花庄严陀罗尼，不着入门陀罗尼，度分别变陀罗尼，佛庄严受持陀罗尼，得如是等阿僧祇百千万亿那由他陀罗尼，到一切圣行，到一切诸法不由他知，到一切诸法无疑，复得阿僧祇百千佛游戏，复得诸圣行方便，文殊师利，如须弥山，于一切山光明殊特，如是若菩萨信此言者，于一切善根光明最为殊胜。是时，文殊师利童子欲服一切诸盖菩萨言：佛子，更有余圣法，是菩萨信乐处。若菩萨能信者，得无量圣功德否？服一切诸盖菩萨言：有无法，是菩萨信乐处，得无量圣功德。云何无法？一者，信一切诸法无对，不生不灭，不可说。二者，信过阎浮提微尘诸行微一事，如来不以功德，不以思维，念念自生。三者，信常成熟众生于恒沙劫久已成佛。四者，信从燃灯佛来乃至得佛中间所作是佛境界，无边劫来久已得佛现行此事。五者，信灭世种始现此事，成熟众生是佛境界。文殊师利，此谓无法，是菩萨所信，得无边胜功德。文殊师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日日中以百味食及微妙衣，施得六通及八解脱诸阿罗汉满恒沙劫，复有善男子、善女人，一日之中施一圆觉，如上供养，胜于前人所得功德。文殊师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十方世界起于塔寺如微尘数，
于一一世界真言福坛经，电灯摩尼宝布施，一切光明聚摩尼宝为基，珍珠摩尼宝为翻盖，牛头旃檀以图其地，自在王摩尼宝为网，覆上安置，海清净普光明庄严摩尼宝为柱，狮子列摩尼珠为板覆上，狮子床上摩尼宝为窗友，玄珠翻盖无量百千圆觉所住，日日施于百味饮食及上妙衣，经恒沙劫，文殊师利，若有一善男子、善女人，闻佛者、闻世尊者、闻如来者、闻一切智者，此善男子、善女人所得功德胜前无量，不可计数。文殊师利，若复有善男子、善女人为佛造像，或以彩画，或用泥木，其人所得功德复胜于彼无数，不可计量。何况复以香花翻盖种种供养，所得功德无量无边，不可称计。若复有善男子、善女人皈依如来，一日守护如来境界，世人所得功德复胜于彼无量无数，不可称计。文殊师利，若复有善男子、善女人以百味食、百种妙衣施于十方一切诸佛及诸菩萨声闻大众，经恒沙劫，彼诸如来入于涅槃，为一一如来于十方界微尘数等起诸宝塔，一一宝塔纵广如四天下，庄教具足，以真言福坛经登摩尼宝布地，一切光明聚摩尼宝为基，珍珠摩尼宝为翻盖，牛头旃檀以图其地，自在王摩尼宝为网覆上，又以宝盖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覆以诸幡花其数如云，覆以种种上妙伎乐供养于塔。文殊师利，若复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信此经，如来功德智慧不可思议，乃至以一团食施于畜生，世人所得功德复胜于彼，不可数量。文殊师利，若有菩萨信于修多罗，如前所说而为供养，若有菩萨信此经法，复见于人信此法者，生大欢喜，发踊跃心，起恭敬意，奉迎合掌，礼拜问讯，随所能办，以为供养。此人功德复胜于彼无量无边，不可称计。何以故？以此功德能生佛智，世尊所印。文殊师利闻此言已，皆大欢喜，及诸菩萨声闻大众，天人阿修罗迦楼罗等皆悉随喜，顶礼而退。